公主一直拉着我的马缰，不累吗？我说你就不能多留两天吗？怎么，公主新晋是又丢了什么金项链呢？还是银手镯？我跟你说认真的，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我马上就要回天圣了，我当然开心了。放开马缰。不放。放开。不放。你去准备一下，随时出发。是。鞭子，拿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是驱寒伞，是用月旗极寒之地的冰岩花制成的，再加上我的独门一方，保证对你这老顽疾有奇效。不用了，我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医者，连我自己都治不好自己，更何况是你。哇，你不要看不起人嘛，一山还比一山高啊。再说了，我为了这个药，哎，反正呢，你必须得收下。这个冰岩花不仅能在极寒峭壁上生活，而且啊，还能长盛不衰，养得好，比你活得还久呢。这药我收下了，既然是你亲自做的，我自然是要吃的，总不能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吧？它比任何药草都珍贵。知道就好。月儿，三殿下，行李都收拾好了吗？虽说备了马车，但这一路舟车劳顿，你极少吃这种苦。若有什么缺的，我马上命人给你备齐。不用了，我自在惯了，不必特别优待。这里不比天圣，路上风沙大，来，多穿点。